Round one. 直到了梦想。Round two。我要在看得最远的地方。Round three。有时候又觉得最远的地方。你的英语interview backstage。 然后胖子宝宝他问了，想知道你们吃亏有什么样的角色吗？In the drama。天地良心，日月可见，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，大哥。